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说法歪曲台湾问题的性质啊，抹黑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啊，再次暴露他们恶意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图谋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啊，这个险恶用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啊。那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愿啊，共同愿望。那么针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啊，何来所谓宣战之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错判形势啊，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沉迷于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迷梦，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啊，予以坚决粉碎。Thank you.